也很熟的啦。我也很熟啊。啊，你跟他一定熟。我跟他熟到是那个表姐妹的。表姐妹的关系。来，欢迎Wendy。好，我们求证一件事情啊。啊，他一年两次，啊，你那时候一年几次？比较多次。几次？因为那时候疫情。那时候疫情。乐天女孩林香与桃园云豹啦啦队的温蒂林婉璇都曾跟网红反骨男孩成员孙生交往过，先前双方也都透露两人私底下有些许交集，甚至还曾一起讨论过共同前男友。近日在网络节目威廉沈欢乐颂中，林香跟着沈玉琳一起去访问云豹女，其中轮到温蒂时，林香也直球表示，我跟她熟到是表姐妹的关系。目前是全团最高的哦，对，对不对？173公分，好，以前是 model， 好 model， 你还很好 Q， 随时都能走秀，任何时刻都可以。来 ，Wendy， 出！哇，你看，哇，骄傲的孔雀，对不对？好了，今天啊，看漏血一个人，对，漏血一个人，有这种事？谁？子萱，哦，子萱啊，不好意思，我跟你讲，没关系，你可能不是那个卷毛的菜。好，那没关系，那我们就来。你是 Wendy 对不对？哎，没有啦，不是我的，是我的。好，我跟你讲，考验他们团员的感情，没有板子。来，你帮子萱自我介绍。来，很漂亮。会跳中国舞，现代舞。哎，你示范几个现代舞几个？他现在